就拼经济，而且她是女生，她很在乎我们传统市场，所以我不管买硬体，我都有在改善。那今年台中会办九场活动，那目前办第五场，那台商普遍的说法就是有增加他们的业绩大概两三成，所以我们期待，也更希望我们继续努力来拼经济，让我们的经济能够发展，让台商能赚到钱。用的吼，真正爱感谢咱的金花局吼，今日出钱出来，该赶到办这个活动啦吼。啊，这个活动吼是咱十多年前捌办过一遍，即马搁来重新办一次，爱感谢伊话吼。咱今日就是迄个七月过吼，阮每一年的八月初一吼，就是叫做托你讲吼，阮今日普渡啦吼，啊有这个机会都来办这个活动吼，啊有摸彩啦吼，啊有促销有加贵啊，啊一只咧。希望诶，来认识吼，咱诶大都市场啦。大都市场是一个足细诶市场，无毋对。但是伊诶摊商吼，肉品也好啦吼，啊咱水果也好啦吼，啊只要咱食诶吼，哦拢总是出名，啊嘛真新鲜啦吼。大家会知讲，以后较接来咱大都市场行行啦。啊只我是经济里长吼，代表咱市场吼，我嘛是。市场的一份子啦，你袂蒙古啦吼，啊，一只迄个感谢大家吼，以后较接来咱大都市场。